个孩子呢，都很乖。五个？你有五个孩子？吴大叔，您看，这是我和国栋啊结婚时候刚拍的。哦，这就是那几个孩子吧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这个老大叫珍珍，是我前任的女儿。哦。这个老二叫宽宽，是我跟我前任合生的。小伙子多棒！国栋和他前任生了这对龙凤胎啊，多多和想想，羡慕起来了。哎呀，后来我们双双的离婚，组建了现在的家庭。嗯，去年我们又怀了一个，叫小豆豆啊，刚过周岁，还没来得及再拍一张全家福。幸福啊！啊，谢谢谢谢。是啊，我们中国人不是常说吗？多子多孙多福气。嗯，是啊。哎，龙叔，你是不是有心事啊？哎呀，我呀，六七十岁的人了，这按理说呢，该有的都有了。就算是有什么事儿啊，他也没什么遗憾了。嗯，可是这么多年来，心里啊有个心愿未了啊。我曾经也有一个女儿，啊，三岁的时候被我弄丢了，到现在都没有找回来。我真的不知道我死了以后怎么去面对孩子他妈呀。你们知道我心里有多懊悔。如果能换，我愿意拿我现在拥有的一切去换，至少能让我知道孩子在哪儿，他过得怎么样。丫头，如果他在的话，他就跟你这个年纪一样。龙大叔，您别难过啊，不难过了。你看，这事情发生了这么多年了，这说不定啊，他被好的人家收养了，现在生活得好好的呢，是吧？您啊，凡事都往好处想啊，要记住，所有事情的发生，都有他最好的安排。对啊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您要不嫌弃的话，我杨桃给您当女儿，国栋就是您的女婿了，好不好？我怎么可能会嫌弃呢？要有你这么个女儿，那就太好了。是呀，是呀。哎呀，你看，你是我们周通的老客人，对吧？你常年照顾我们生意，其实，在我们罗栋心里，你早就是我们的亲人了。我照顾你是应该的。哦，对了，还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呢。我跟国栋啊，租了一个店面，您看，地点好，租金又合理。啊，和他们已经约好了，今天啊就签合同。这个店面就在附近吧？对，海利物业，听说附近的小区都归他管。我听说啊还要建大型的商厦，什么超市啊、饭店啊，应有尽有。嗯，以后这儿生意好了，你会带动我们的生意。恭喜啊，恭喜恭喜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你说今天是谁跟谁 PK 来着？是阿米巴合唱团跟 ABC 女子乐队。浩哥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没事，咳嗽。我这个大嘴巴都说女生没大脑，我看简直弱爆了。啊，你看咱们还比吗？收拾东西回家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要不要回去换身衣服？对不起，这谁啊 ？ABC 女子乐队的，女子乐队的是吧？对。行，嗯，你们准备吧，那跟他们讲一下规则。行行，我去换衣服。哎，怎么办？怎么泼到他了？刚刚那个就是吉亚老板，曹俊浩，待会儿比赛，输的那队滚蛋，赢的那队留下。
烧过水下面条吧，我回来拿点东西还要走啊。好，站住！干嘛？不是我弄的，我刚刚进来。这里还是不是你家呀？他们还是不是你弟弟妹妹？脸上画的五颜六色的，你以为好看呢？让你找个工作不找，找个对象不找。一天到晚你想着什么海选当明星，怎么了？我想唱歌怎么了？我去当明星怎么了？是我错了吗？我又不是去偷东西，又不是坐牢。登天这么容易啊？你老爸他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这么说我爸好不好？好，我不说你爸，那我说你行吗？你给我过来。哎，干嘛？你过来。你看看，比你想那么多。白天上课，下了课盯着想象功课，照顾豆豆，还要做饭。你呢？你在干什么？我也没少干啊。怎么了？我就是一个人，不要太自私了。你长这么大，咕咚为你做了什么，付出了多少心血，你知道的。你跟他没有血缘关系，他凭什么对你这么好？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人要学会感恩，如果连感恩都不懂，那不配做人。是啊，是啊，我不懂知恩图报。我自私，我不是人。我一出生妈妈就死了，是我的错吗？爸爸娶你当后妈是我愿意的吗？爸跟你离婚了，你又嫁给国栋爸爸，又闹这一屋子孩子，是我愿意的吗？为什么这一切到头来都要我承担？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对这个家没有贡献？那我走就是了，反正你也不是我妈，对不对？反正你不是我妈。你们的爸爸还在等我。想想多多，赶紧做功课，做完了让哥哥检查，然后换你们陪弟弟，让哥哥复习功课。袖扣是你父亲的遗物，航空公司要我转交给你。喂，爷爷叫我通知你，现在立刻到他办公室跟他碰面。我没空。爷爷说了，
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们谈，你不去，爷爷一定会很失望的。一会儿见。从目前情况来看，似乎不太乐观。这样吧，我再做一次专家会诊，然后咱们再下结论。约好，趁这个机会交棒，很多事情也可以早早安排了。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和你天天年年夜夜到永远，爱你爱。好了好了，别晃了，花瓣都快被晃掉。这花可不脆弱，就像你一样，是永不凋零的玫瑰花。你怎么了？不高兴啊？你这样，我的心碎了一地。哎呦！说这个干嘛 ？A B C 合唱团都要解散了，为什么？哎呀，我妈她非逼着我，让我马上找份工作或者立马嫁人，两者二选一。我本来想呢，等拿到 J R 一年演唱合约，至少有一份稳定的收入。谁知道为了搞噱头，把人家的舞台给烧了。烧了？那赔钱了没啊？哪来的钱赔啊？说什么呢？我就跑了吗？所以我们就没戏了吗？真真啊，不是没有戏，有戏。真真，干嘛？想不想再赌一把？赌什么赌一把？这周末，我们老总给他孙女过生日。搞了个什么慈善义卖生日 party？ 哎，你说清楚一点，是生日派对还是慈善义卖会啊？哎呀，管他呢！你可以把它当做你的个人演唱会。参加这次生日会的人，就是说，都是些名人，他每个人都是一些社会地位非常高、非常高、非常高的人。如果你跟其中的一个人攀上一点关系，演唱会算什么？唱片呢？想不想要啊，大明星？还有这个，这条项链是你亲妈留下来的，她会保佑你实现你自己的梦想，加油！这，你说，谢谢。爱依然暖在手心，每天都如此温馨。色的七色的如彩虹般的梦境，轻轻的柔柔的飞舞着，是幸福的经历，快乐的悲伤的闪烁着，是夜空中的星星，那些温暖的眼睛有泪珠的